太刁蛮跋扈了吧？就因为傅宁宇害他输了钱，就这么折磨人家。不过，这帅哥长得不错嘛，可惜了，居然是个断袖。长公主如此侮辱文臣，乃是皇室之卑，臣国不幸。哎，帅哥，等等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可没有要杀你的意思啊。傅华，皇长姐她正在屋中乌母转悠呢。听着声音，是秦昊带着皇帝过来了。完了，若是真的被秦昊栽赃我侮辱文臣，护着长公主怕是没法再当了。你们，哎呦，皇长姐，你这对状元郎做个什么呀？父皇，儿臣心悦状元郎已久，还望父皇成全，赐订婚书约。千玺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反正傅宁宇是个断袖，假成亲对他而言有利无害。既然我亲了你，那我就要给你个交代。交代？你这是要害我？我怎么是害你呢？我真是要害你的话，刚才他们进来，我就把衣服一扯，就说你非礼勿视。